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不愿罪障悉消除，时时常行菩萨道，时时常行菩萨道。任何一个有苦难有灾难的地方，必定有慈济的慈悲视线。特别我以前很喜欢去医院，我就看到只要有往生者，在很多医院就看到有慈济的制服在那边穿梭。后来看到报纸更是如此，而且我们慈济功德会的，以前我还不认得，因为我都认怎么脸都长得一样，衣服也一样啊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很好的，因为每个人一心一意要把佛陀慈悲济世的精神展现出来，去帮助受苦的。特别在街头上，我很羡慕在街头上，只要这个世间社会有灾难，那这些菩萨就放下身段，在十字路口为这些苦难的这些灾难众生募款，我最羡慕这个了，因为这是一种愿意接触众生。事实上，我们哪里有苦难，并不是我们跟他要钱，而是我们让对方种福田，所以那时候翁师姐跟我讲，就我们不是募钱，我们是募心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救人心。为什么让对方升起一个悲心？所以用悲心来帮助这个苦难，我想可以把佛陀的心髓，就透过世间的种种的变化无常展现出来。所以如果人家很多人问我，那你们出家在干嘛？出离自私的家，走入慈悲的家，就是要去做好事，帮助别人。这个跟学什么法门或什么宗教可能没什么关系，但是慈济所展现出来的，让人类找到希望。因为这个世间科技、经济、政治、武器都发展到极致，但是呢，这个世界最缺乏的就是人类的悲心，所以我想慈济功德会在整个世界每一个角落，不分宗教，去展现佛陀的大爱、悲心、
关心对方，啊，体贴对方。所以我们早上，然后我们这一车就看到了，哎，你看太阳那么大，他们还在那边挥手。我们出了门口，他们在合掌啊。我说对啊，我就羡慕这个啊。我也有几个小小道场啊，我们那些菩萨也不会做这么事啊。你赶快走吧，你忙你的了，我忙我的嘞，啊。我说，哎，下回我自己去合掌算了，啊。所以我想，在这一点，无论如何，这就是一种训练吧，训练自己去亲切啊。所以我有时候就跟我们道场的法师菩萨说，哎，以后办法会，我们大家站在门口合掌啊，感恩感恩，欢迎欢迎啊，走的时候又赶快跑到门口啊，继续合掌，这个就是修行。因为我以前是基督教徒，因为我本来是传统道教啊，我们家里反正都是大家的拜一样，观音菩萨，关公、土地公啊，就这个很传统的。后来我去学校上课，经过教堂，然后教堂的牧师哇讲得很流利，比我爸爸还好听的闽南语，微笑。然后呢，就下课就经过那个教堂门口的牧师，就是这样微笑微笑。因为牧师的微笑，亲切的语言，那我就走路，耶稣基督的心呢、啊？啊，后来我又去天主教，啊，因为我觉得有那边有爱，啊，我爸爸好凶呢，啊，那边好温暖呢，所以就像刚刚我们这些慈济的师姐，各展神通，每个人煮了不一样的菜。啊，给我们吃，那事实上，那就是一种关心，啊，就像妈妈的手艺一样，如何让别人得到快乐，离开痛苦，最重要。但是我要强调一点是，虽然我们要帮助所有众生离开痛苦，那首先你要让所有众生快乐。我个人觉得，如果你很爱，很喜欢让他快乐，就像我们要让小孩子读最好的学校，用最好的东西，那你对他的悲心就会越强，因为不忍他受一点点的苦。所以当然，首先我们叫不管走到哪里，就要想尽办法讲笑话也好啊，让别人快乐也好啊，所以乃至用一个好吃的东西给对方也好啊，然后进一步你才能够体悟他心中的苦，不忍他受一点点苦啊。所以当然佛教讲的是慈悲，在佛教的基本原理是智慧，但是呢佛教里面由这个智慧的空性表现出来的就是慈悲。那首先当然我要简单的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去慈悲，难道慈悲是强迫去做的吗？那我想静思，我们要去思维为什么要慈悲。因为佛陀讲了最简单的不共于世间，应顺导师称为大乘的革命，那就是这个无我空性的智慧。这个无我空性智慧是讲的是缘起性空。那这个空性讲的意思是什么呢？离开对方，我们绝对不能单独存在。离开太阳、空气、山河大地，离开人、动物，如果这个世界没有蜜蜂，全部人也会死掉。所以这个世界没有蚂蚁，那这个世界也会产生问题。也就是说，佛陀讲空的意思是并不是什么都不存在，而是任何人的存在，一花一草一木的存在，都不能够离开外界的所有因缘条件。就像你个人的生命存在，不能够离开爸爸妈妈，不能够离开老师，不能够离开医生，社会各行各业各提供了他们的专业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存在，暂时的存在。所以了解这个智慧的道理，你必然去慈悲。为什么？感恩对方啊，
我想慈济功德会最常讲的两个字是感恩哦，感恩。所以我想为什么感恩？因为你我才可以存在，因为你我才可以修慈悲心啊，乃至因为你生病让我找到自己。为什么？当我去为你的苦难奉献的时候，我的内心才找到自己。哎呀，很踏实，很平静。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以为说我去爱一个人，占有什么东西我会快乐，事实上那是痛苦，那是一种执着啊，执着。因为依赖别人，抓住，那是一种痛苦。所以佛陀告诉我们，自私是所有痛苦的根源，唯有无私的慈悲去帮助别人，那才是智慧证得空性，达到平静最好的方法。所以我想我在家的时候，老实说我就有参加慈济了啊，但是那个时候就反正负责捐钱嘛，看谁捐得多啊，我也捐了不少，所以他们就带我去见上人了啊。我在家遇见了，我就想哇，好伟大啊！所以我那想说，我是男人呢，哇，那些都是老板呢，哇，我们去拜一个女人喽，啊，那是因为去的时候才觉得不一样，就不一样，慈悲是超越男女的啊！所以因为大家有心里面佩服证严法师的悲心、操心。压力，承担这个世间的苦难，这一点说实话的，是你亲近他以后，你才去了解了。所以我记得我今年年初，我去花莲，很幸运他们有安排我去见证严上人，然后呢，他给我讲了很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跟我讲说，这个衣服要用塑胶去做了。啊，不要浪费这些不要的东西啊，塑胶瓶啊，可以做成围巾，做成背心，做成衣服，哇，送我两套，啊，所以我回去就老实穿，天气冷我就晚上拿出来穿，因为给我是灰色的，如果给我黄色的多好，啊，因为我是穿黄色的，啊，所以但是很温暖，因为呢。证严法师亲自加持呢，啊，所以当然我认为他一心一意的想的这个世界环保怎么办，生态怎么办。我想这一点，我想各位来慈济功德会，来这做了委员啊，做了慈诚队啊，做了核心人物啊，都是因为被证严上人的悲心啊而感动，而愿意去做，所以给我一个很好的希望。为什么？原来每个人都可以影响很多人的啊！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，就是说时间会过去的，哪一天证严法师也会圆满成道离开大家，但是就像佛陀也会离开我们呢，但是他留下来的是那一种悲心，承担责任，这个要落实下去啊。所以因为我们心里面也有证严法师，就像我们心里面也有佛陀一样，所以我想慈悲济世还是要很单独的去承担苦难，但是在单独的过程里面感动两个人、四个人、八个人、十个人，这个就是慈济功德会我们必须随喜的。你想这么多人才，这么多钱又不是拿来花，钱是拿来帮助别人的啊！但是因为有这么多人愿意去参与，都是因为被证严法师按照佛陀的这种慈悲济世人间佛教入世的关怀。所以应顺导师讲一句话非常好，你讲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工作啊，这个出世的心就是一种不执着世间，这个世间有名望地位好好坏坏赞叹批评，我们叫世间八法，
所以佛教里面讲了空性，就是说不污染，出世的心就是一种不污染不执着的莲花心。虽然我们心不污染，但是我们要做入世的关怀。所以监狱也好，社会也好，苦难的地方，而且我发觉很多慈济这些委员，这些参与者，我在他们脸上感受到啊，讲到苦难大家就很认真了，就是赶快去解决那个问题，哪里有苦难，哪里有灾难，那因为他们的生命的动力就来了。所以我想照顾众生的苦难，你生命才有力量，慈悲是我们生命的出口，这也是我个人出家的原因啊。当然出家有两种，一种是为了个人解脱，赶快消除贪嗔痴，但是呢第二种呢是全然的把生命奉献给众生。所以但愿众生得离苦，不为自己求安乐。那么还有一句话更重要，愿待众生受无量苦。请问建言法师苦不苦？苦啊，他要实践这个精神，愿待众生受无量苦，令诸众生毕竟大乐啊，愿要把解决对方的痛苦成为自己的生命的责任，去承担众生苦。所以叫比丘总带三分病，一个菩萨不分在家出家，你一定要生病呢。为什么？那你才不会忘了众生的苦。但是目的呢，一大早起床就在想着如何帮助众生离开痛苦。所以也因为慈济的这种直接快速的方法，就能够号召很多做了很多大事业啊，赚了很多钱却很苦恼的人啊，然后他们开始去折报纸啊，做环保啊，去救苦难。哦，他觉得这个比赚钱还快乐，乐此不疲啊。为什么？为自己在奋斗啊，再多别人在称赞你那是个压力，但是能够为别人奉献，甚至对方都不知道你是谁呀，我内心很快乐，很自在，很有力量。所以我想证严法师就直接用这个方法，导致了很多人一加入慈济以后，从此以后就做到老了啊。为什么？就一直跑吧，一直冲吧啊，因为这个世间什么不多，就是苦难多。所以佛陀把这个世间用四个字来形容啊，念一下：纯大苦聚，就是纯粹很大的痛苦的汇聚，这个叫世间。不管如果今天很多人移民到澳洲，觉得澳洲是天堂，那就不需要慈济了。为什么？刚刚我们执行长说，我们慈济有六个点呢。啊，想尽办法哦，原来你在世间什么地方都有苦难的，都有需要被帮忙的地方。所以只是像我个人，我经常我到很多国家啊，包括上个月还去雅加达，哇，慈济好大啊，我在想说你叫我盖个柱子我都没办法，怎么办啊？我有发愿要盖老人院医院，现在没办法，先养流浪狗啊。所以那是无论如何这要有很大的福报。所以念一下随喜证严法师的福报啊，那是因为证严法师有这个悲心承担，他自然有福报。能够因为老实说了，六道里面最难度的是哪一道？人道啊，因为三恶道很痛苦啊，很容易度，了解吧？啊，天道他很喜欢佛法，你升天以后啊，他就知道我为什么会升天，我原来是做好事；我为什么会升天，我原来供养出家人；啊，我为什么会升天，我原来受八关斋戒。所以他这天人就天生喜欢护持佛教。啊，当然阿修罗道很多过去也是护持佛教，只是什么？
啊，这个我要提醒各位，很多人很喜欢做善事，然后脾气不好，我跟你讲，你会去阿修罗道。啊，所以阿修罗道就是说，他也很喜欢做善事，但是呢，竞争比较啊，所以在这种状态，那你就上不了天道，会去阿修罗道。但是慈济人委员，你们不用担心，因为大家都会投胎做人。啊，这是慈济的共愿，随着上人呢、啊，一直来投胎啊，一直来服务啊，啊，当然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修行的因缘方法，所以，但是无论如何，这一份悲心比较重要，所以，当然你悲心到一个程度，因缘成熟，那你也会看到一条路，啊。哪一条路是最适合自己的都没关系，后面有几个字来慈济人间路，你在慈济做久了哈，你就会找到人生光明大道啊。但是所以在这边我有必须讲三个事情，因为早上我听翁谦慧居士说，我带着他们回向，他说师父我没回向了，我说我需要你回向功德给我。我说为什么？你慈济功德那么大，回向我一点嘛。啊，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善事，你没有回向，哎呦，那这个，而且你可以回向一亿遍。比如说你早上去帮助一个穷人啊，照顾一个人，你这个功德可以回向给法界众生，那你知道众生无量无边，那功德就无量无边。啊，回向就像你一滴水把它丢在太平洋里面，整个大海里面都有这一滴水的成分。所以我经常要跟我们，像我，大家都知道海涛法师不做人的事，都在做动物的事啊，乃至呢都在超度孤魂野鬼等等等等。但是我每次跟翁师姐说，拜托把你们的功德回向给我啊，因为呢我需要慈济的大福报、大功德来回向给动物道啊，啊这些鬼道啊。当然你不用求我，我也会天天把放生超度的功德回向慈济。啊，为什么？我认为佛教没有单独的存在，任何佛教徒所做的，你做的就是我做的。所以任何一个道场的精髓都是我们的佛法。一切帮助众生的方法都是佛法，不分宗教。所以如果以这样的心态啊，所以我们要彼此回向，念一下，彼此回向，彼此随喜。所以别人做的好事我们要随喜，自己做的功德要回向，就这个意思。还没做到的要发愿。所以这三个各位再做一次，来，自己所做功德要回向众生，别人所做功德要内心随喜，还没有做的功德要发愿。所以我们刚刚在车上发一个愿，哇，在雪梨开个素食馆好了。啊，他们跟我说这边没几家，那这个太好了，这边市场那么大。但是家家餐厅都有卖荤食，但是荤食里面也有素食啦，啊，但是纯粹素的我认为一定有，但是只是不像我去温哥华、多伦多、去纽约就很多很多，特别纽约的素食还真好吃啊。所以一般说台湾的最好吃，但我去纽约也吃到好吃的，我去温哥华也吃到好吃的。为什么我会讲这个？每次我走到哪里我都问人家，请问你这边有素食店有吗？请你介绍我哪一家最好吃，我一定要去吃吃看。啊，不是我贪吃，因为我每次去吃最好吃的，我就会把这个味道布施出去。啊，因为我每天在念啊，哎呀，这个味道好吃啊，供养你。啊，所以当然我认为素食做的好吃也是慈悲嘛。但是澳洲为什么吃素的那么少呢？可能澳洲动物太多，哦，所以大家就吃肉多。但是我想各位讲慈悲，必须从自己的嘴巴做起，是吧？
然后呢，从自己内心做起。所以念一下来，众生都是父母，所以没有一个生命没有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，这一点各位要相信。因为有一天澳洲什么不多，就是鸟多，所以有一天啊，佛陀跟阿难走在路上，天上有一只鸟飞过去，然后佛陀就问阿难说，阿难啊，你知道那一只鸟跟你什么关系吗？阿难说，佛，我不知道。然后佛陀就说了，阿难啊，你把地球上的所有东西，花草树木切成一片一片的，合起来算有多少片？阿难说，佛啊，算不完。然后佛陀就跟阿难说，阿难啊，天空飞过去的那只鸟，生生世世做过你妈妈的次数，超过整个地球切过变成百千万片的好几百万倍啊。阿难啊，你相信吗？啊，阿难那时候一思维就哭啊，真的吗？佛陀说，真的。从今以后，你看到的天上的一只鸟，地上的一只蚂蚁，水里面的一只鱼，做过你父母的吃素，没有办法算计。你要用这样的心去感恩众生，去对待众生。所以我想这就是佛教要我们相信的，虽然我们现在看不见。那这些父母在受苦，我怎么可以享乐呢？所以我在家很喜欢讲一句话，爸爸妈妈没吹冷气，我不吹。爸爸妈妈用不了好东西，我不用。因为所有都要先供养父母。还有一个愿各位要发，生生世世绝对不要比爸爸妈妈早死。因为会让父母很苦很苦的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生下来，他选了一个最爱他的妈妈摩耶夫人，然后他不让摩耶夫人痛苦，因为他妈妈生他七天，摩耶夫人就往生了。人家就问佛陀说，你为什么要选摩耶夫人？他说，我绝对不能让我妈妈看到我出家的苦，不然我的妈妈心脏会裂掉了。所以那我想当然呢，这是各位要发的愿。那讲到愿，你只要做任何一个善事，你都可以发任何一个愿，包括拜佛啊、供养啊、去慈悲啊、去救苦啊。那你要把这个功德除了回向法界众生同样得到功德，然后再来你就要发一个善愿，然后这个愿将来一定满愿。所以每天你都可以发很多很多的愿。所以因为这个世间，那这个愿目的还是帮助那个苦难。你发觉现在公园很多老人很痛苦没事干，那你就要发一个愿，我如何让这些痛苦孤独的老人快乐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以后你就会很会讲笑话，然后呢你就会天天去公园，每个老人都很喜欢你，因为你发了这个愿。像我有发一个愿，我现在说然没办法照顾老人了，我就发一个愿，万一有一个老人快往生了哈，我去给他讲讲话，等我走了他就走了。因为我发这个愿，从来没有一个老人包括我爸爸妈妈在我面前走的。我发了这个愿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我留在那边了他就走不掉。因为我有发这个愿，希望这些老人家看到我都很喜欢，但是呢我希望他们，我们帮他助念了回向，然后他怀着这种快乐的心态啊走掉了。但是如果在我面前走啊不太容易。所以当然对我也很好，因为我这个人如果要看到一个自己爱的人在面前走，我可能不行的。因为那个过程不太容易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认为自己发什么愿到时候一定会满愿。当然我们现在老实说会有压力，当你想要去帮助众生你一定有压力，为什么？帮不完，绝对帮不完，因为这个世间越来越苦，越来越多灾难。为什么？人世间的杀业太重，再来
贪嗔痴的恶业太重。昨天我们在那边等的要坐车子，等了一个钟头，在餐厅隔壁有个印度小孩子，才2岁多，哎，打坐打好，一弄干嘛？玩手机，这样啊，打坐的姿势玩手机，玩得很专心。他爸爸跟他叫了半天，他不理他，印度人啊，他老爸只好把手机抢起来，他只好跟他走了。现在小孩子，连小孩子都在培养强烈的欲望，所以这个世界不可能不乱，因为世界唯心造。所以我想，因为如此，所以我们要怎么又去帮助他们呢？我个人的想法，虽然我们一直想要帮助世界，帮不完，但是后来我想到一句话，我师父给我讲了，一个不快乐的人没办法给别人就近的快乐。虽然我们在帮别人，但是我们要学弥勒菩萨一样，学济公活佛一样的快乐自在，心平静，显现快乐，然后去帮助他，让他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了。你再大的灾难啊，再大的痛苦啊，没有问题。各位，这很重要啊！你千万不要去看一个病人，啊，你是安怎好车弄到的哦？啊，你是安怎疼的？他还要再讲一次好的戏啊！然后这边哭好几遍，就像一个小孩往生呢，你去跟他探，爱是安怎死的？你老婆如果靠几遍好的看，那是很残忍的事情。所以我在这一点我就觉得，虽然我们没有很大的能力去帮助他们，我刚刚讲的包括慈济，全世界的钱给我们，我们也帮不完，但是一个平静快乐的心是可以马上给他的。钱是有限的，钱是一个善巧方便，但是一颗平静快乐的心，让他感受到快乐可以当下得到的，生病可以得到快乐，贫穷可以得到快乐，得癌症也可以得到快乐，临命终也可以得到快乐。那我想这个是永恒要做的自在的慈悲。所以要这样的，就这没什么大不了了。师父啊，怎么办？哪怎么办？要去极乐世界还怎么办？去吧。所以我很喜欢讲笑话。再严重的事情讲笑话，幽默自在。因为我师父给我交代的，你不快乐没办法给别人快乐。这一点啊，是我在慈济里面啊感觉到了。感觉到什么？很认真，但是有一点压力啊，有一点好像我做了，人们怎么都不认同我。所以我想在这一点超越他，做我们一定要做，乃至全世界都在诽谤我、批评我、不认同我，我还是快乐的做，自在的做。就像全世界都在骂济公啊，那时候多少人在骂济公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笑得大肚弥勒啊，很多祖师大德都示现了很奇怪的外表。因为现古时候没有什么电脑，它不显现奇怪，谁来学佛了？所以因为这也是一种传播出去的方法。所以，但是无论如何，给人一种快乐自在。所以我经常去不丹，这个不丹这个国家叫快乐王国，幸福指数最高。那我发觉哦，原来那边不是有钱，而且那边很快乐。我讲一个比喻就好了，他们这个国家有什么好处？所有的老人不用去老人院，为什么？一个月给你3000块，你只要去寺庙给我转那个大经轮哈，然后就给你3000块。所以每个老人去那边，这个一转经轮，整个国家都进化了，对不对？那国家给你钱，哦，所以老人肯努力了，他们不是为了钱。他认为说，转经轮让世界平静啊，嗡嘛呢呗咪吽啊，然后国家就供养他，你功德无量，那所以他认为这个就是人生的快乐，人生的快乐就是转经轮啊，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啊，
就像我们去慈悲啊，都可以。所以它叫快乐国度，因为不要求物质啊，不要求子女孝顺啊，啊，但是自己能够把爱，因为每一个文化展现爱的方法不一样啊。那我想，他们去转经轮，他认为这个经轮每一道光都会散出去，所以你转经轮里面有一亿个咒语，然后就有一亿尊佛出去利益众生了。哦，他相信，他相信。啊，所以有百千万亿的佛去帮助众生了。那当然，站在我们除了观想，那慈济更伟大，直接去做了。所以五百个人合起来就一千只手，对不对？五百个眼睛合起来，五百个人眼睛就一千个眼睛，就可以去救苦救难。但是就我个人而言，我最喜欢也最羡慕的就是直接跟病人在一起啊，直接跟受苦的人在一起。为什么？那个时候啊，你才有感受，你才有感受。因为谈恋爱不在一起怎么谈呢？啊，所以我们能够直接去爱对方，慰问对方，牵着对方的手，我想这个是黄金珠宝比不到的东西。慈悲是钻石啊，所以能够让你找到生命之光，这个最重要。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啊，我一直看时间，我这个人可以讲到天亮的。为什么我可以讲到天亮？因为我爱你们。如果我不爱你们，我看到你没话讲，这就惨了啊。但是我要说的是，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经常做功德，来念下来，回向法界众生，回向正言上人，回向所有法师啊，要不断的去回向。因为你说回向给佛菩萨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佛成佛了还要我们回向给他吗？各位错了，你把功德回向你父母，你所得到的功德多了几百万倍，因为父母是感恩的对象。你把功德回向你的师父，那你的师父的功德有多大，那你又得到了无量的回向。所以就像各位，我们去拜佛，为什么拜佛功德那么大？你用一杯水去拜佛，佛是无上福田，那你所得到的是佛的功德。所以佛陀要我们不断的回向，但是最大的回向当然在念是回向众生。我们回向众生是回向他的心，因为众生的心就是佛性。我们所做的一切功德，帮助他离开暂时的痛苦啊、贫穷啊、生病啊、灾难，目的呢，佛教慈济功德会是透过这个世间物质金钱的帮助，希望对方找到他的佛性。佛性是不生不灭的，永无苦难的。如果用身体财富，那永远在变化，世间没有不变化的地方啊。但是透过，因为我们是佛教团体，众生究竟的快乐是什么？念下来，体悟空性。做一个比喻好了，每个人都怕得癌症，为什么你会怕得癌症？因为我有一个身体在得癌症，慢慢的摧残，化疗很痛苦，你会怕。但是一个人如果找到一个永恒不生病的生命，那就是我们的佛性、空性、自性，那是永远不会生病的。所以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透过物质的世间的关怀，希望他找到一个永恒不变的、永远不会被干扰的、永远不会得癌症的自信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所以那在这一点，那当然你如果找到这一点，所以虽然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做善事帮助众生，但是呢，我们要安住在佛性，也就是说佛陀的觉悟一样，了解
根本没有一个真实我的存在，所有我的存在就是对方，就是你，这样，就是世界，就是众生，没有单独的存在。要体悟这个佛性，这个佛性不是说无我，而是你想，原来世界就是我，原来众生就是我，因为我们是共同体一体的，众生就是我，我就是众生，没有单独的存在。所以如果每个人都去找到这个佛性，简单的说就是悲智双运。所以我今天去翁群会家里看他们佛堂就贴一个悲智双运，是吧？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你本来存在的。如果你能够达到这种空性跟大悲，所谓慈悲的本质就是空性，空性的行为展现就是慈悲，但是透过对方的苦难、痛苦啊、火灾啊、水灾啊、生病啊、贫穷啊，我们物质上、金钱上帮助他，但是要让他就近离苦。你想，令诸众生毕竟大乐，这个毕竟那就是让他达到悲智双运的心态啊，让他恢复他的自信。但是什么时候可以让他找到这个呢？那是因为他在苦难的时候你去帮助他，他没饭吃的时候你给他饭吃。但是他如何感受到这个空性呢？在这一点我要交代各位啊，那就是达摩祖师说的，以心传心，不立文字。当你内心自己保持在一个慈悲与智慧这种空性觉性的时候，透过这个对方就感受到了，他一感受到的时候他就找到生命的方向。所以最后我要交代各位，是我们大家都在慈悲，但是请不要把烦恼带给对方啊！啊，譬如说你去助念，你刚好跟您安王给你，不要去助念啊！啊，你念老半天阿弥陀佛都在吵架啊，因为你把烦恼给带出去了。所以我这个人的特点啊，就算前一分钟我被侮辱啊，我被强奸啊，下一分钟我要去助念，我那个时候是干净的啊，我那个时候我认为那个过去心没有问题，现在我要去帮他，那个最重要了。所以透过跟对方接触的时候啊，把这一份自在的心、慈悲的心给带给对方啊，那对方他认为哦，没有钱也可以快乐，这就是我常讲，哎，我是出家人啊，出家干嘛？没钱哎，对啊，我是出家人，没爱情哎，但我比你快乐。当然，我并不是说出家人才可以，任何人都可以吧。把这个也带给对方，那这叫毕竟大乐。但是你要把这个带给对方，你不去持戒就不行。你先要让对方感受到你的体贴啊，要吃什么，要用什么，要关怀什么，我们都能够给对方。所以佛陀要我们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这些要去做。最后呢，也要把般若智慧带进去啊，这个叫悲智双运的状态。然后一杯水也好，很多钱也好，让对方得到圆满的快乐。所以我想，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，最后带各位回向好不好啊？然后各位就要发愿了，愿我从今天开始代表慈济，反正就天天笑就对了。然后被骂也 OK， 我跟你讲，不会没有被毁谤，你就不会更成长啊。所以没有被伤害啊，那就是你要修行，一定要降服自我、降魔。你越大的苦难，所以每次当我被登报纸在骂的时候，我心里就很爽哦。后面有更大的可以做了，我只要保持接受、安忍、不施、持戒百千万亿，还不如忍辱一分的功德，还是保持平静。所以来念一下，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父母祖先恩，上报父母祖先恩，上报所有众生恩，上报所有众生恩，上报所有国家领导恩，上报所有国家领导恩，上报三宝加持恩，上报三宝加持恩，下济地狱苦，下济地狱苦，下济恶鬼苦，下济恶鬼苦，下济动物苦，下济动物苦。特别各位住在澳洲，我可能要拜托各位，不管你每天做任何一个功德，回向这边的袋鼠啊、兔子啊。这些听说羊被杀很多啊，乃至牛也好啊，乃至当然各种的人类都可以观想一下啊。若有见闻者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悉发菩提心。佛教最圆满的教育是劝大家都发起为利益众生而成佛的菩提心啊，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善事，都是希望对方能够发菩提心。哎，尽此一报身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，同生极乐国，早得趁愿再来，早得趁愿再倒驾慈航，倒驾普度众生，普度众生，回向正言法师，回向正言法师，所有法师，所有法师身心自在，身心自在，利益众生，利益众生，所有护持者，所有所有慈济会员众等，所有慈济会员众福慧圆满，福慧圆满，同成佛道，同成佛道。谢谢大家，有问题吗？还有五分钟，可以问我，我不见得会给你答案，但是我会去思考，有吗？因为他们说八点嘛，一般我们都不会有问题的，下班下课才会有问题，就是水水凉嘛。啊，好，谢谢大家。有佛法就有办法，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，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对于这个世间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，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位于泰国的最北端，与缅甸和寮国交界，因为它的特殊地理位置，成就了丰富多元的人文历史背景，也孕育出两位艺术家，分别创造了清莱闻名国际的黑庙与白庙。黑庙真正的名称是黑屋博物馆，于1984年新建，馆主在一片绿林田野中的近40栋柚木建筑里，收藏来自世界各地、数量多到无法想象有关于死亡意象的物品，有动物皮、骨骸、牛角、雕塑、杀戮器械等。因此，黑庙常又被引申用于地狱的题材。慈悲之旅团圆，燃起烟供香，愿此地众生得法味，脱苦轮。
北地区盛行禅修，此行参访一处禅修中心，在一片丰美的草地上，除了佛像以及种种佛教图腾，还有造型前卫、颜色鲜艳的机器人，都是平日禅修中心用于为大众讲解佛法的题材。此时大众目光纷纷被几尊巨型且生动活泼的沙弥所吸引，中行师父便以此为大众讲解修行的方法和心态。他说把耳朵掩起来，不是说什么都不听，就是说要听那个有意义的东西啊。ส่วนตัวที่สองที่ปิดตาไม่ได้หมายความว่าปิด眼睛闭起来不是叫你什么都不看，要看可以看的看，要看那个好的东西。第三位是把嘴盖起来，就是意思就是言多必失。第四尊的话就是说把我们的心胸打开，接受一切我们可以学习的，什么都可以学习，只要是好的，要把心胸开阔。仙草芳美，生态丰富而祥和宁静。草地的一边是一群受寺院保护的牛群，自屠刀下抢救回的牛群，在充满爱心的环境中生活，神情动作也显得温和而亲人。禅修园中光辉灿灿，每一个生命都被慈悲的光明所遍照，洋溢着自由伸展的喜悦。洁净的暮色笼罩大地，慈悲之旅团员们跟随海涛法师来到天然直朴、仿佛与大地共生息的禅修中心室内学员，在静坐中体验万物生息相通的广大圆融新世界。好，大家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我想佛法的重点在于调伏自心，那禅定这是必须要的过程，不然我们的心呢一直被影响，一直记着某一个快乐，我记着某一个痛苦。所以佛陀教我们叫安那班那法，就叫经常这样数息，不但数息，注意你脚的动作，注意你手的动作，所以你每一个动作都要自己很清楚。那我想这个是必要的过程，以后各位有时间在家里也好，自己佛堂走路，起来放下去，起来手每一个动作你都很清楚，那最后你对你的内心也很清楚，熟悉，甚至他们念佛叫十念法，那这个要养成习惯。只是呢，我们修大乘佛教呢，做之前要先有一个前行，我们叫三殊胜，就是说我这样做是为了所有众生离苦得乐，要升起一个悲心。然后再发起一个，所以我要成佛的菩提心，然后来祈求师父上师的加持的信心，然后你就开始打坐，入定，然后从这个打坐清安入定里面
进一步你也可以思维心经啊，思维佛法，思维众生苦，最后一样普皆回向，普皆回向，然后呢让自己习惯。什么叫习惯呢？我们叫临舍生命不离极静处，就说就像各位你来这个地方一个下午，你内心很平静，但是各位你不管以后你发生什么事情，不能够离开这种极静处啊，你不能又开始起心动念。如何把这个智慧啊、禅啊用在你日常生活里面？这个在大乘叫发誓愿的啊，叫临舍生命不离极静处啊，你不能被影响。所以我们在大乘有四个方法是决定不能改变的。哎，念下来：临舍生命，不离菩提心。因为我们的动机是为了成佛度众生，这一点要抓住。第二，临舍生命，临舍生命，不起嗔恚心，不起嗔恚心，不能生气了。我想各位今天来看到这一位师父，从头到尾他有没有笑笑的？各位的特点叫变脸，变来变去那不行了。那出家人、修行人，他的特点就是不会变脸啊，临舍生命，不起嗔恚心。第三，临舍生命，临舍生命，不离善知识。不离善知识，就是要随时要意念的师父的教导啊，法师的教导，这样啊，死的都没关系，但是那个要抓住啊。第四个就是临舍生命，临舍生命，不离极静处，不离极静处。虽然我们做了很多好事啊，如何如何，内心里面要保持这种禅的状态。所以我想这次各位来看到这么安详庄严，那九只牛快不快乐？快乐，至少比你快乐啊。但是至少跟大自然合为一体的快乐啊，所以内心里面无论被火烧了、发财了、让你做皇帝了、做乞丐了，你还是保持在这极静处。极静处就是安住在专心的空性里面，那这样才能够真实利益众生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